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ハオシュルラオ日本語教師のミです。欸、今日の话题是这个日は、の词性有哪些？嗯，也就是说，え、欸、我今天介绍一下九个日 e 的词性。你们必须知道这个九个词性用日 e 怎么说，好吗？ 如果你们在中国国内学习日的话，诶，大部分老师是中国人，诶，一般来说他们都使用中文解释，是不是？可是如果你们在日本的语言学校里面学习日的话，诶，百分之一百的老师是日本人，诶，他们不使用任何媒介语，英语也不使用，汉语也不使用。 诶，不管你是初级也好、中级也好、高级也好，诶，老师们都用句解释。那么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们连诶主要的词性的句都不知道的话，诶怎么听得懂老师讲的解释呢？而且，诶如果你们有语法问题的时候，怎么问老师呢？ 所以这些诶词性的日语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必须要记住，好吗？好的，那么首先你们应该知道词性用日语怎么说。嗯，这样斜读音是“信息”，“信息”。那么怎么问这个单词的词性是什么？ この単語の品詞は何ですか可是、问一问老师的话应该用礼貌的。怎生が問ううん。这个、注一下。この単語の品詞は何でしょうかこの単語の品詞は何でしょうか这个单詞的詞性是什么 这个なんでしょうか的话，礼貌的感觉。好的，那么你们要记住这些诶词性的名称，好吗？第一个是名词，怎么说？名詞。名詞。动词的话，動詞。動詞。一般来说，日的动词放在句子的最后面。好。 下一个、形容詞怎么说形容詞形容詞。綠的形容詞有兩種那兩種你們知道吗一形容詞和那形容詞。活、うん、用的方法不一样。好下一个、著子怎么说九詞。九詞。 日语的九西是太重要了，诶，考试上也经常出现，嗯，可是诶，这个九西的用法呢，有一点复杂，嗯，没办法。好，下一个副词怎么说？複数、複数。好，下一个接续词呢？接続詞、接続詞。 好，下一个连体词怎么说？连体词，连体词。那这个连体词的话呢，可以修饰或变的名字，这样的词叫连体词。好，下一个看多西，看多西，就是感叹词的意思。好，最后，就、呃、助动词怎么说？ 就都词，就都词。怎么样？你们都记住了吗？一定要记住啊！然后你们以后学习日语的语法的时候，肯定会出现这些词性。那么你们，呃，每次要确认一下这个，呃，词性的名称用日语怎么读，好吗？ 好。那么、チェ到ツ、ド、チェ谢ー、ば、シェダ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バイバーイ。